为了推动玉里镇社区妇女运动，玉里镇妇女会特别举办运动舞蹈技能班，以创造社区运动优质环境。4月6号晚上在玉里艺文中心举办开训仪式，这堂课也受到妇女妈妈们的喜欢，一开班就已经额满。妈妈跟着前面老师舞动身体相当有活力，这是玉里镇妇女会办理的运动舞蹈技能班，吸引了超过30位的妈妈们来报名参加课程，个个都是舞蹈高手。很久很久没有用很有 power 的一个老师哈、来这边带动玉里靠这个，所以这次很就是有那个机缘，请我们玉里的那个曹慧香老师啊回乡来回馈我们。4月6号晚上在玉里的艺文中心举办凯训仪式，邀请到了各个贵宾之外，也邀请了同是玉里人的花莲县议会副议长一起跟着妈妈们来跳舞。这堂课受到妇女妈妈喜欢，从家务之外啊，能够照顾好自己身体，来跟曹老师一起学习这样的一个运动有氧的课程，玉里来服务。那大原则上来讲，这一次呢，我们是以运动为主，健身为主。妇女会理事长表示，为了要推动玉里镇社区妇女运动，玉里镇妇女会特别办理运动舞蹈技能班，以创造社区运动优质环境。没想到才刚刚推出，就受到许多妈妈们的喜爱。希望未来玉里镇能够透过这些妇女妈妈，把舞蹈运动发扬出去。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。